你雇我，雇游侠，你雇游侠，你的 ID 叫什么？玩到什么？你叫什么？踢掉了啦，踢掉了，换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随便一个要素都比这个好。好，可以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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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你过来一下啦，我测试一个东西，我录影开了，我录影开了。B， 从现在开始变冷静的吗？他没有那个 action。没有，你没有三二一 ，action 一下，我们这样。他冲过头了。我要变一下声音呢。三二一，快点，声音好了。那、我要站哪里？你跟游翔站在一起，就后排。后面啊，先站最后面，然后等一下红豆会去定。我会定王。等一下定位之后，我们就会开始好。Go go， 开始。来喽，来喽。你要吃料理的，吃好哦。我应该吃不到。他那个开了。你前面来干嘛？我先帮忙定。红豆，红豆，快定啊！红豆，好了，我来啦。好了吧？开始在定啦。我是没有逼啊。没有，对，没有。没有，肯定没逼啊。我打工，我肯定亏逼啊，来的好。逼啊也没有用啊。没有用啊，会冷的。你要不要定王？没有，我拿那个七二卡。不是切卡，抓到六十卡，我没有切卡，我有切卷，抓到。你会马上消耗掉我，所以我建议你不要。你死掉马上就不见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没抓到暗壁里面哦，你要在暗壁里面。那个解除一下。嗯。解除，我再回血。好了吗？那个老 K， 你位置要换一下。他们反黄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继续打。你那个位置跟我跟鬼哥卡一起，你看你要不要变到右手边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是没关系。魔哥，你不用，老恒，你不要走到前排。那个你要帮那个谁补充哪里？对对对，有了。魔哥，你知道我吗？哇塞！你在哪里？有人死了，你起来了，不萝卜，看病哦。等下网友好了，你奇怪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网友动哦，向后拉一点，位置我拉到哦，你们自己往后推一点，回血，来，好了，啊，网友动哦，解除，解了，哦，在后面一个。对，暗壁。哎，没烦。好了，没有放到我，好，有了。红豆糖啊，没人听到红豆。什么？奇怪，暗壁没放到你啦，你中间刚好那一颗辣康啊。辣康哦，啊。玩到翅膀，靠呀！救！我是拉康啊，奇怪！你按到翅膀，你要去拿啦！我找回去，我动。回血啊！帮我关闭一下。继续。在动了，动了。反。等一下，反可以打那个大型，你反可以打，我们远伤没事。远伤也会中啊？不会，只有近伤才会。网友动哦，网友动，死掉了，没有动，没有动，我定着，可以帮我加速一下吗？我要调位置。天哪，我没有逼啊，跟废物一样。如果你要不要废物，给你逼。我死了，完了，他乱跑。你就毛哥了，哎，要不要再往右边拉一点吧？往右边拉一点，拉回去啊！后面先不要打，我不能动，我被网住了。往右边拉一点，拉好了，讲一下。先退掉啊！其他职业先退掉。可以定了，可以定了。快定了哦，射手上。定了。我定了哦，绝了，抓痕。抓完伤了，好吗？
安闭哦。哎，我第一杆，金刚他就死了。到底？你们可以了，我要切，我要切武器喽，我要标靶了。啊，没事，你切啊，你切啊，我在定了。好像很容易死。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我倒了。哎、欸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不动了。没有了，你们两个定了，我觉得我定了。那这个电极陷阱有没有用？不行，没有，你们电极陷阱来不及。可以。我在放那么多暗币啊。哎。可以加速一下吗？蛟龙消防，消防，消防请。哎、OK， 消防哦，先抓痕，动了，动了，拉，后面拉，动了，过来，过来，再拉，拉回，回去，回去。哎，我的，我拿下我的水晶。哎。大秦不用推陷阱，定不住，他 AGI 太高了，定不住，好危险哦！只有一蓝之王才可以，先爪痕哦，不要斩了，往返哦，好，好了，我脚地上没暗币，哇，也太，暗币不要断了、啊，对，这个暗币太多了，这。暗币不要乱，这样很杂，看不出来啊！啊，我倒了。哎、欸，放暗币也会死、欸。我打击，放到格子的、啊，应该没有放到重点啊。你放太多暗币，根本看不到我有没有暗币，那看不出来啊。王吃地点啊，第一次消掉，第一次往外放，然后暗币是马上重组。而且我要定住了，我狂吃，我狂吃水饺。完了。好、啊，好了，抓了。蒙哥，你可以推一点吗？你就是可以救我跟苍苍就好，不能这样牺牲太多故事。接着抓，那鬼跟你过来一点吧。那边看远。让我他在抓位置。哎、欸，又往前踩。哭哎、欸！我现在玩到手很抖，因为很冷。有看血量了吗？好像还没看。一亿，应该第一条血快结束而已。第一条血。爷爷，你的腐尸他回流啊？他有均分吗？他有三条血，三亿、三亿、三亿、五亿、五亿，这样三条血。地上没暗币。有。保证按到你手酸。我不抓，我死掉了，我死掉了。谁放加热术啊？我加热术没关系啊。会挡到我放暗币的视野啊。哦，好。抓痕，抓痕布。哦。好，阿伟 go。虚无 go。好倒 go。结束。点鬼哥。他又剪了，鬼哥剪，哎耶！卡片嘞，快点剪宝瓦了，还在那边卡片。我们黄金卡册嘞，不好意思，可能 Kimi 我在场就没有黄金卡册了。你带谁？没有，记在爹那边。好啊，现在才第三颗。哎，大秦，我在剪水饺。我看到，感觉大秦下次就会说，我可以再拍一次，但是这次我开主角，我不要再开游侠。对啊，我没有必要跟我跟废物一样啊。你还要抢我打击？嗯。你这些状态放完，你已经倒掉地板，来不及啊。那我应该会开猎人。主要是游侠可以定王啊，你可以选择定王。可以。没有，其实大秦是要过来把我们艾斯卡、艾斯克前几天那个空白就是他。他应该不能放王吧？可以，我们就乱放你啊！哇，完了，被他学会了，我们要被乱。完了，就被他学会了。哎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是，好好讲话。是啊。好，哎，好，你自己消音哦。自己消音。
这一段你自己剪哦。好好讲话，一个啊，一个字不用笑啦。我要看到这一句话哦，好好讲话哦。嗯、哦，我让你消第二次啊！我希望可以看到这句话哦。